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，现在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。首先活动活动头部，像这样慢慢的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反方向的转一圈，再转一圈。接下来伸出我们的手，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，一次，两次，反方向，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，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，一圈，两圈，反方向转一圈，再来一圈。我看到了，你们做得非常棒。你们瞧，我发现了什么？瞧，平静的湖面下，一群小蝌蚪在游来游去呢。蝌蚪是青蛙的宝宝，它们没有四肢，但是有着长长的尾巴。我们来学蝌蚪游泳吧，把双手放在身后，当作它长长的尾巴，我们要游起来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发育，蝌蚪的后腿开始生长，前腿也会长出来，它们的尾巴会被吸收掉，慢慢变成了成群结队的青蛙。现在小蝌蚪要变成青蛙了，像我这样伸出双腿，再伸出双手，非常棒。青蛙跳跃的力量来自强壮的后腿肌肉，它们有非常长的腿，加上蹬地的力量，可以轻松地跳得很高很远。哇，现在我们要学青蛙跳了，小青蛙跳得高高的，呱呱呱呱。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，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。深呼吸，吸气，呼气，
吸气，呼气。小朋友们，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，补充能量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再见，再见。你们快看，这里有好多的创意手工作品呀！嘿，子萌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小车。哦，像一个小三轮车。哎，这个呢？机器人。机器人。哇，好酷的机器人呀！太酷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艾薇儿，你看。这个是不是一个小风车呀？不是，这是摩天轮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摩天轮。哎，哦，啊，会转的摩天轮，你转一转，好玩吗？哇，好好玩呀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？棉签。对，是棉签。哎，艾薇儿。子萌，我们也来用棉签做创意手工作品好吗？好的，那出发吧，走喽，耶，出发！小董老师，刚才子萌、艾薇儿，我们一起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彩色的摩天轮，它是用棉签做的，可漂亮了呢。看到这个呀，小股东，我想到了我之前的时候呀，也做过一个创意手工，就是用棉签做的烟花。烟花呀，哇，听起来好漂亮呀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小董老师，你和子萌做漂亮的烟花，然后小股东和艾薇儿做漂亮的彩色摩天轮。那子萌，你平时的话看过放烟花吗？看过。烟花是从哪里放出来的呀？烟花筒。哦，烟花筒。那我们先来做烟花筒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拿出红色的卡纸。我们的彩色摩天轮第一步要做什么呀？要把棉签给涂上颜色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先选一个颜色。我选绿色。那我就选一个红色好吗？我们开始啦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粘上双面胶，给接下来好不好？好嘞。然后呢，把它卷成筒。哇，小古董，你看我们做好了，哇，棉花筒。你们速度好快呀，小董老师。你们也加油哦。小董老师是涂成这样吗？对，两端都涂上了颜色。那子萌，现在呢，我们需要一个背景，你想选择什么颜色的卡纸作为背景呢？黑色的。黑色？那为什么是黑色呀？因为它是晚上。哦，放烟花的话都是在晚上。那我们现在把烟花筒粘在黑色的卡纸上好不好？好。小董老师，这个要涂多少根呀？我们像这样的一共需要涂六根。哦，那我还需要再涂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从中间给它掰开。哦，要掰开。那小董老师，你可以帮助我们吗？没问题。嘿，掰的时候要小心。谢谢。好，我们需要在棉签的中间给它，像这样掰开就可以了。来，掰好了，我们把它传过去。哇，谢谢小董老师。不用谢。来，好。好，我们的棉签掰好了，艾薇儿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要剪下来圆圈。哦，要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剪下来，我们要画圆圈啦。子萌，现在我们的烟花筒也贴好了，需要来做上面的烟花了。我们来用棉签来做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就把棉签掰出来，不同长短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掰的棉签已经掰好了，现在我们把它粘在这个上面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我们要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哟。来，你来粘一粘。来，往上摆出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小朋友们用剪刀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不要剪到手。
演员的时候要有耐心。好啦，我们的圆剪好啦，艾薇儿，现在我们要把它装饰一下，你想画点什么呢？彩虹。我们就画彩虹吧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烟花也贴好了，那你看到的放的烟花都有什么颜色的呀？彩色的。彩色的，五颜六色的。那我们把它涂成漂亮的颜色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来，我们用水彩笔一起来涂一涂吧，给它涂成漂亮的颜色。我们的圆圈颜色涂好啦。哎，小董老师，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啦？下一步呢，需要在中间打上一个圆孔。那我们请小董老师帮忙吧。我们用打孔器，这样呢孔就打好了。谢谢。来，给你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棉签粘在上面。对，粘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子萌，现在我们的颜色就涂好了，那烟花筒里边放出的烟花需要有什么呀？火苗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用黄色跟红色来画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哎呀，小心一点，我给你按住。来，粘上去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圆贴上去。真漂亮。哎，艾薇儿，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架子？对。做架子。粘上。好，我帮你拿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下面的底座了。艾薇，底座用什么做呀？钢和橡皮泥。好的，我们来做个底座吧。哇哇哇，好神奇是不是？我们的彩色摩天轮做好啦。那我们的烟花也做好啦。来，那儿看我们的好看不好看？好漂亮的烟花呀。哇，我们会转动的摩天轮。你想和谁一起坐摩天轮呢？我想跟爸爸妈妈。你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坐摩天轮呀？子萌，嘿嘿，你想和谁一起看烟花呢？我想和大家看烟花。啊，我也想和子萌一起看烟花，哈哈。哇，一定很漂亮很漂亮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用棉签做了什么创意手工作品呢？记得和我们分享哦。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，今天巧巧手手工屋里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，毛线。可能小朋友们会好奇，毛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今天造型百变的毛线就藏在了我们的手工作品中哦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毛线的第一个藏身之处是一个小动物，这个小动物远看像黄球，近看毛茸茸，叽叽叽的叫，最爱吃小虫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谁吗？是小鸡。没错，就是小鸡。我们快来看看毛线是怎么藏在小鸡身上的吧。毛线变变变之小鸡杯垫。首先我们拿出卡纸，
小鸡形状的杯垫居然是毛线做的，这个手工是不是既好看又好玩呢？小朋友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做起来哦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毛线的第二个藏身之处，也是一个小动物哟。远看像只猫，近看像只鸟，晚上捉田鼠，天亮睡大觉。你们知道它是谁吗？是猫头鹰。哇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，它就是猫头鹰。不知道这次毛线会藏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毛线变变变之毛线猫头鹰。首先我们拿出硬纸板，在上面缠上毛线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猫头鹰喜欢生活在哪里吗？我的毛线猫头鹰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可爱呢？最后要向大家介绍毛线的第三个藏身之处啦。也是小动物吗？最后这个不是了，这个藏身之处相当的隐蔽，不仔细观察都很难发现呢。说到这里，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呢？我们一起去找找它吧。毛线变变变之手偶怪兽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橙色的小怪兽，将这个盒子裁。哇，原来毛线藏在小怪兽的眉毛里了，真是太有创意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还有哪些和毛线有关的手工作品呢？欢迎告诉小咕咚哦。